你们知道雍正爷大能在玻璃上画画，画出来那个画啊，会有很浪漫的投影。虽然很考验画工，但是咱现在满脑子都是星汉灿烂月升沧海，所以咱努力一下。在白纸上画出图案后呢，垫在玻璃的下面，用勾线笔勾出形状，这不足以难。控制用量非常需要熟练度和耐心。然后呢，就可以给它上色了，有一些深浅纹理的变化，还会更好看。这种颜色它不像丙烯画出来是实的，它会更透亮、更清澈，更像糖画。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So love me like you do, love me like you do.